笑动春雷。我们的烟火呢，在我们的掌声跟尖叫之中出现了，象征我们举国上下团结一致，展现龙腾巨浪。再来呢，是我们的祥音迎人臣，福龙显光华。大家今天啊齐聚在福隆啊，为的就是要迎接我们北海道的第一道曙光啊！相信所有的好朋友将会看着这第一道曙光，还有美丽烟火，明天天天都会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好漂亮！没有看到101都没关系。值得了，值得了！如果你觉得很漂亮，你要尖叫，不要吝啬哦！再来是我们的春日燕翻飞，龙马要前程，祝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飞九天，齐心共享迈过。希望很好的2012年，希望大家2012年都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事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也代表着寒冬结束，伴随曙光，让我们带上温暖的春阳，一起随着灿烂烟火共迎春日。哇，这个烟火伴随着我们这个东北角的风光啊，特别的漂亮，而且啊没有一些光害，所以看特别的清楚，这是东北角美的地方了。这算是我非常近距离的看烟火，哎，超近距离，超开心的，而且没有被其他的大楼挡住，感觉好好哦。这就是东北角美的地方了，谢谢来到东北角，谢谢，也谢谢第一金控，谢谢。看着美丽烟火，2012第一星空，也希望你人人龙马精神，万事亨通。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呢，有一个新的开始，然后每天都心想事成。烟火之后呢，待会儿我们要一起等待的就是第一道曙光了。太开心了，所以我们大约在6:30到6:39中间，对不对？对，会迎接我们的第一道曙光，2012年新的开始。哇，更多烟火发射了！哇，哇，啊，好漂亮！哇，我喜欢这个。Oh my God! This is beautiful!